12日，演员邱慈炫晒照留言，真是好久不见，最近天气开始变冷了，大家要小心感冒啊，并公开了多张照片。照片中他身穿红色外套，长发披肩，笑容甜美，看起来特别的温柔。有网友指邱慈炫这组照片疑似 P 图太狠，变成大眼尖下巴网红脸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